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舌头亮哥。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在2019年进行的多哈田径世锦赛女子100米预赛的比赛，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梁小静。现在年仅才只有22岁的梁小静也是我国又一位涌现出来的女飞人。今天梁小静处在第六跑道的位置。本场比赛梁小静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处在第四跑道来自瑞士的坎布吉和处在第七跑道来自美国的鲍伊。比赛开始后，梁小静起跑反应还不错，为 0.176 秒排在第三的位置，而鲍伊起跑就会稍微逊色一些，处在落后的位置，而坎布吉起跑就会更加好一些，处在领先的行列中，而第三跑道的选手起跑是所有选手中最快的一位，处在第一的位置。不过这个时候只见梁小静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后程加速能力，在风力追赶前面的选手，而坎布吉也跑得非常快。只见梁小静和坎布吉处在并驾齐驱的状态，只见二者都在奋力冲刺，最终坎布吉以11秒17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而梁小静以11秒18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二，二者只差了 0.01 秒。美国的鲍伊后程也冲了上来，以11秒30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三，梁小静这11秒18的成绩也是他的个人第二好成绩，梁小静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半决赛。值得一提的是，在另外两个小组，我国的吴永丽和格曼奇都以11秒28的成绩成功晋级本次半决赛。有三位中国女飞人同时晋级半决赛，这也创造了中国短跑的历史，并且也创造了亚洲田径的历史。不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这三位女飞人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都应该以他们为骄傲，也相信他们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我是常年咬字不清的大舌头亮哥。